请用乘法算式写出六是二的三倍这句话的含义。三倍就是要乘以三，所以这句话代表的算式是六等于二乘以三。再来看一个，请用乘法算式写出三十六是十二的三倍这句话的含义。同样这里有三倍，所以还是要乘以三。因此我们需要写的算式是三十六等于十二乘以三。下一题，我们比较四和二十的大小时，可以说二十比四多十六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用倍数来比较。在空白处填写相应的数，二十是四的多少倍？我们知道四乘以五等于二十，所以四的五倍是二十，这里应该填五。